这个玉米好好吃，好香，好糯，佢又甜啊！如果你普通买嗰啲唔甜嘅，我市场买嗰啲啊，糯米粟都唔甜。那个牛肉饼啊，超好吃。嗯，哎呀，我回去又拍啊，真的好吃。嗯，呢啲好甜啊！我一般我都唔中意食。佢独立包装一嚿嚿噶，你放冰箱，你中意食嗰时就攞嚿去加热。佢系咪本身都熟噶？嗯。哦，我唔怪之你话冰啊。试下。好啊，冇所謂。嗯，好唔該。真係好好吃。係啊，真係好甜。佢有啲甜嚇。我哋屋企嗰啲有啲唔甜啊，咪糯嚇。係啊。它是甜的。哎，人家都說幾點鐘後就不喝了。他那個叫天不惜喝的，算了。要喝。一杯，好狗。哎呦，哎呦。哎呀，好聪明呢！等等，哎，嗯，对了，哎，哎，种菜呀，我哋去种菜呀，来，跟我来。我们来种菜呀，啊，来种菜。啊，这个不要浪费了。那个老的不要，今天带三个姐姐下来我菜地来那个，玩一下，他们很开心。对，很开心。当减肥呀，啊，吃了那么多。哎，你放那个腊肉那里炒一下。那种腊肉，这是什么炒？腊肉炒 Q 啊。哦，好，炒那就清炒了。然后咱们包饺子，好不好？好咱们上去锅面啊。你得搞饺子，我们炒菜。好。我都没事干呢。我也怕那个，我好怕嘞，好不好？你们夏天肯定啊。哇，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哦，这还摇起来了不？哎，要不要分哪一个大，哪一个才搞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加油！我们带到来，用它们来的，那个头还没长出来。我们那里就是清明拿这个炒烧猪。哎呦，我那个，我有怕。哎呦，我也丢鱼。喂，我得高兴了。哎呀，你大。哎呀，原来都咁长噶喎！哎呀，好怕好怕！我不会，我学了又忘了。嗯。我都说我那个笔记本都抄了几本了。都是在网上。哎呦，又来偷来呀！我偷什么？咱们开始上去啦，上去洗菜啦。过的那么密，还有拔呢。这是这个南瓜，苗可以吃吗？可以摘吗？可以啦。哎，快摘！哦，这样。哦，大个南瓜，我们今晚吃。你种一些艾草啊。嗯，没有。那怎么搞？在哪里？豆荚摘那个豆荚，全部都摘了啊。我哋嗰日食嗰啲唔系呢种啊，系扁噶。我大片扁的，佢切丝的。那这是什么豆啊？我都老，哎呀，老早我就偷偷下你，你睇条超大，哦，这个黄啊，大黄啊，这个那个那个留来做种子的吧？满满的一端端呢，哎，大丰收了我们啊！逮上我，逮上我。对，大收获，大收获。最满就是我，哦，最满你的，最对我。哇，那球头好大呀，啊！呢头过就干净，我就俾你洗完已经，哎，开始清。一起去。好，啊，走吧，走吧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到那边了。在这前面，站起来。在前面，我是我，你是我女的。找一个最重的，可以了，我坐后面了，我走了，走了，坐好了。啊，嗯，哎，来，出发，可以。哎，这还没打开。哎呦！
们有吃惯了清淡的。哎，那你老公是广东的，他不应该喜欢吃重的。培毅现在广东人都在四川传媒上学嘛，嗯，他就是为了吃辣就考那个学校去那边。哎呀，为了吃辣，我就吃了。对，那自己做到现场没有添加剂啊？嗯，我女儿那时候我减肥嘛，就是我那个全麦面包啊什么我都自己做啊，嗯，就是那个，嗯，那个方包啊做了，然后就切一片片，拿个盒装起来。现在啊，咱们剁点肉馅儿。今天这个饺子非常丰富，各种颜色的饺子。今天咱们准备了两个馅，一个猪肉素菜啊，青瓜什么，还有青椒一起，这个味道非常清香啊。还有一个牛肉大葱来。肉饭这么多够，你敢吗？我敢。嗯，我来切。我这个是我搞的。哎呦，那这个是我的。你看五花八门的。是我的。嗯，这个也是。这个像不像？你要给加杯哦。只能蒸，不能拌水。太多肉了。很多肉，好吃啊。你不到多肉就没得暴击了吗？荷包汁很好吃，好不好看？小笼包。这是最好的了，我告诉你，红色那几只根本都花不到钱。先去公鸡，我这边折过来。咱们是饺子。来，那个馅呢？馅吗？馅吗？哎，我心就冇睇过。挑个名字下去。嗯，这个基本上阿坏接包的啦，这只八爪鱼还坏接包的。哎，给你买了八爪鱼的，你看你走了是谁搞的？太跟着唉声叹气了。哎呀，你走，哎呀，笑死我了。又是什么？这怎么了？应该是怎么了？应该笑死我了。只会吃有什么用呢？你说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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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这个肉也是我们今天摘的，嗯，这是太阳肉。哎，哇，好香啊，好酥啊！幸好我们有酒，幸好我们有酒。来，嗯，哇，好香！看见的小星星，来，给一个巨大的。嗯，今天正好睡，明天都不均匀起床。嗯。天气冷，吃最。那就吃羊肉的。嗯，对。Bye.